图六显示三种物品的价格，然后球是16元，然后鱼一是球的二分之一，所以鱼一呢是16元乘以二分之一，然后月减1222816，所以这一个是8元。然后球的价格的三倍，helmet 是球的价格的三倍，所以这一个是 RM16 再乘以三，3618313448，所以是48元。然后Mo 买了2件雨衣跟一个头盔，OK，他总共需要给多少钱？所以2件雨衣的话呢，它是 RM8 乘以二等于 RM16，然后头盔是48。所以我这一边有 RM48，我这两个加起来，然后这一边就是64，所以它答案是 RM64，所以答案是 C 64。